救命！快上来！快呀！快走！快走啊！ 情况下我能怎么办？一个个手抓干嘛？难道是我想让他死吗？也是好人。我不是人形了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你不就是想制造意外拿到保险金吗？啊！你想死，我还想活。 兄弟，别想不开啊！只要活着，依旧是条好汉。你想啊，你要是死了，我们可不帮你作证，你的钱啊，那还是拿不到呢。哎，你可得好好活着啊！哎哎，走走走，咱们走，再不走天就黑了。 你也别太责怪自己了，没有人想这样。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啊，这一路上越来越多飞机残骸了，飞机驾驶舱应该就在前面。快！ 驾驶舱没有烧毁，哎呀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！赶紧找无线电收发器吧。小心！哎哎，这怎么连个尸体都没有？还有人活着吗？啊？不知道，先找无线电收发器。哦哦哦，那东西长什么样啊？就是复杂的对讲机。 기자님, 기자님 맞아요? 기자님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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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기자님. 빨리 출동! 没有电源也还能用，真是奇迹！我惊了，谁都敢给水晶龙碰上！出去吧，我第一个埋汰你！ 还会操作这个？我父亲是飞行员。现在收发器在下面，我去拿。上来啊！老人，怎么了？别动，站起来！线路出了问题，我再试试。当时，我没有放手。点逃！ 多笑一笑，多笑一笑，运气才会更好啊！多笑笑，运气不会太差。有时候觉得没有后路了，那也别泄气，好好找夏倩，我觉得她能给你带来好运气。answer. Anyone can hear us, please answer. Sir, there's smoke emerging from the nearby uninhabited island. It might be the signal sent by the survivors.